哎，你即马咧讲迄个小平是你咧，迄个第二后生啦，第二个走平哦，对啦，伊要去敬礼哦，啊唔多，要结婚哦，后遐拄啊好代志啊，两个囡仔拢要做结婚，哟，阿姐阿是有心想，不是啦，啊，就想讲哦，若要办哦，就做迄办办的啦，一摆讲就好啊啦。哦，有，一摆讲安尼哦。哇，恁这哦，真正咧惊晕啊咧！哦啊，两个囡仔拢全部咧结婚，这算讲是相喜临门啊！哎呦，不得了啊！那会当更加好运哦。看心态，甲面会会当赶紧生一个囡仔，安尼哦，就相喜临门咧。等你嘛，小杂咧，当下小大咧，啊，你还没结婚，你咧叫紧生，这就较差不多个啦。嗯，啊对哦。恁这较差不多。你比我搁较着急，哦！我甲恁讲哦，阮姐有够憨的啦，因孙的名哦，拢找迄生的好好啊啦。太少啊！哦，啊，你遐的抱孙哦，哎呦，我咧讲哦，因两个啊，做翁仔某做几年啊，慢慢仔才来有心，安尼唔是真好。哦，无啦，你不得，袂使等你嘛，唔好随缘咧，哎，赶紧生，尤其趁什么少年，赶紧生也比较对身体较好，嘛较勇健，囡仔嘛会较健康吼。他说讲年岁较大来生哦，我危险，嘿，我做你老爷吼，做高龄产妇啦。哎呀，高龄产妇，哇，危险咧，不但大人危险，囡仔嘛会有毛病。对啊，你即嘛是惊我生，啊生出来囡仔较会有问题哦。嘿啦，对。而且哦，上重要是，我这名已经拢好好啊，我是上赞的生得好诶。哦，卡叔公，那生大波，这大波的名非常非常有意义，而且佫好听、响亮，或者有名。你看看卖，做甚物代表有名嘛？哈，啊，卡叔公若生查某的吼，或者或者有心，嗯，那有心有意义哦，对父母拢有心有心嘛，这很好的哈。来叫啊，我发现咱卖讲这啦，难讲哦。有心无心，有囝无囝吼，这不是咱会当控制的啊，这就爱看缘分啦。卡叔公，那生查甫的，我100万的奖金；啊，伊那生查某的吼，啊，都迄落嘿，50万，嘛是有50万的奖金啦。喂，拜托的啦！啊，即马什么时代啊？你个重男轻女，哦，那是照我看吼。查某囡仔较大心啦，啊嫁出去了哦，买个后头厝呢。当初我若是会当再生一个，我绝对要生一个查某。好啦，你既然你都安尼讲啊吼，啊无安尼啦，不管是生查某还是生查某，拢总100万的奖金嘛，你好无？安尼嘛差不多。无问题啦，无问题。而且哦，你若生落来，我会替明慧做回来哦。明慧啊。我一定给你的身体补到比身体搁较勇健。哎呦，真嘛歹势啦！我唔是讲你无好啊，照顾明辉，你咪误会呢吼。别啦。妈，生囡仔代志先卖讲好无？啊是安怎卖讲？啊，刚刚讲了就袂当生哦。对啦，啊我明辉啊就是袂生啦，啊你啊一直讲这個。哎，我明白啊，吼，一直咧艰苦。好了，迄个亲戚啊，歹势，虽然讲我这较搞话哦，不过你嘛唔通讲这话，甲讲我咧吓惊咧啊。对方啊，明白哪有可能袂当说啊？哎呦，亲戚，你莫讲讲耍笑呢哈。无啊，啊，这款代志敢会用讲耍笑的？歹势啦。本哦，应该哦，爱较早甲你讲才对。明辉，你爸讲的，敢是真的？我有去病院检查过，我若是想要有生，迄是真困难的。第一下想破的，就是不孕症。
恁是啥物时阵知影这件代志的啊？哦，伤口有包啊！你当阵啥人唔老实甲我讲？秋瑶啊，歹势啦！阮都要甲你讲，也毋过都找无迄个机会啊！这款代志，我找机会哦。啊，即马钱也摕啊，啊日子也看好啊。你是存心要欺骗阮阿母？哦，妈，你莫安尼啦。硬要甲林辉嫁过来，啊，死工若是袂死，阮就无伊法。哦，恁明明知影阮阿母对媳妇唯一的要求，就是爱替阮哥家传宗接代。你咧敢会想过超过哦？妈，拢是我唔对啊，是我拜托大家推翻我这个代志，你要怪，就怪我好啊。大舅，舅舅啊，我代替阮全家，甲你回信你，是毋是会当代人讲，阮安尼唔甘囡仔两个分开？甲你道歉啊！阿金嘛，阿金嘛，阮甲代志讲出来，啊无吼，咱过来参详看卖，啊看结婚这个代志吼，要安怎处理啦？大家坐起讲啦，坐啦，坐起讲啦。是够要参详啥？就莫结啦。恁这么无诚意，阮敢搁敢甲你过亲家？爸，妈，你莫因为安尼，就放弃这张文书好无？你拢莫阁讲话啊！吼，你拢莫阁讲话啊！明辉啊，你知影我，甲恁阿母上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讲恁结婚以后，会使给我们抱孙。无唔对啦，就算我现在今日无讲，但是你唔爱老实同我讲，讲你未生的代志。你看嘛，我平常时安尼对待你，遐尼疼惜你，遐尼甲你娱乐，甲你当作家己查某囝共款，啊你是安怎会使呢？你是安怎？你安尼骗我是要从啥啊？亲家啊！明辉啊，吼，伊毋是超过伊要温暖啦，啊，到去年九二一大地震哦，啊，伊迄个石头地掉，这侪年来，我嘛想讲哦，已经完全好啊，啊是到前一阵啊哦，伊因为腹肚痛，带去予医生检查，才知影哦，讲还阁有问题，其实我嘛毋知影讲哦，伊会变到安尼啊。不管安怎，即卖结果就是免费未生啦。伊若是未生哦，我绝对无可能和伊两个结婚。妈，除了明辉了，我啥物歹娶啦？你点点啦？你唔通阁讲话，你甲我读下啊！你即卖意思是讲没有国家，无后代绝娘啊？你唔通问我肯还是唔肯？就算讲，我一世人无法度做爸爸嘛，无要紧。我就是要娶明辉啦。好啊啦，即摆随等我转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好啦，秦哥，啊不，秦公，阿妈，小柱啊，好啦，这件代志啊，我讲安尼啦。我国家吼绝对无可能讲无后代吼，啊，今日这个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伊会发生这个代志，我嘛感觉呢真艰苦，我嘛真不忍心吼。但是我有我的苦衷在，希望恁真正希望恁三位会使体谅我的苦心，会使体谅阮的苦衷，这个婚事我会回来好好考虑清楚，歹势。先去陪，行，妈，行，爸，行啦，爸。
爸爸是听我足艰苦的，所以哦，这样冲动哦，把这代志拢讲讲出来。哎呀，真系艰苦。爸，我等到要感谢你，把代志真相拢讲出来。今晚我总算能喘一口气了。阿达阿娇啊，话讲到这绝啦。 啊，仙台啊，甲明辉啊，分数，我看吼，明辉啊，多谢我有讲过，啊，这都爱看缘分啦。有囡仔无囡仔，才想要看缘分。啊，恁两个即马是毋是要做伙，也是要分开，即马是爱看缘分啦，哈。 准备要结婚的条单，拢取消。妈，你莫这样冲动好不好？你头壳较清楚的啦，你娶一个未生的，是爱我洪太医做小奶奶的。妈，明辉未生嘛是伊愿意的，惠弟，我对明辉的心意是绝对袂改变的。你即马是将人的嘴烂，拢替伊讲话就对啊啦。阿未娶你们，都爸妈叫甲遐尔亲，你嘛较有良心的。 这么严重的代志，竟然无敢讲，啊！我好佳哉，因老爸良心发现，甲代志讲讲出来，若无咱顾家了，绝凶安尼。兄弟，你甲我听清楚哦，吼！第一，咱顾家生囡仔是上重要的代志，为即马开始，你甲明辉对伊的感情慢慢来收回来，我知影你对伊用真真亲。 也毋过，即世人明辉啊，拢无可能会使去拾着香祭拜的祖先，有听无？妈，妈，哪里？就请你原谅我不好，除了明辉，我啥物来娶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即间厝是你的这主人吗？辉弟，你也有心理准备，明辉若真正未生，即世人你嘛无得无顺。 你是不是在讲啥？你是在讲啥吗？你说，你是要想哪？你结果还是危险吗？小姑妈来电，把你救啊吗？我劝你，选择要娶谁，就算原来的我来你，我嘛无法度。我哎呀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人咧讲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要做一个包子翁啊！ 好好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好啦，坐落来吼。是伊若报我，我甲伊讲就好啦吼。仙台，你自细汉没啥物玩具，没有啥物才艺，阮家一项无做甲到。别人有诶，你拢有，无一项都有够诶呢。亲像即届，你去大陆做工课。 我甲恁爸嘛是存着你的选择啊，啊无叫你老爷无顶一家，即届敢会当换你体谅阮的苦衷，徛伫阮的立场，将心比心，替阮幸福无？妈，明辉也不是百分之百袂生啊，你哪会叫我卖错，甚至叫我甲伊分开？代志若毋是遮尔严重，你敢会叫明辉全家替你阮骂？妈。 我甲明辉两个是真心相爱，这才是我娶伊的理由啊，不是因为生囡仔。你给我听好清楚，在咱国家，生囡仔是上重要，绝对要扛正经。你是孤囝，
所有的阿叔阿伯，生拢是查某囡仔，全部的人咱拢唔蛮咧一口才在世界查甫孙，也若无以后，过年的清明的时阵，是说咱要陪去阿你陪梦祭祖。我问你，尤其是汪星玉，啥物替你捧到？我卡准定，啥物替我提？哦，算。心态，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决定，爸跟妈绝对支持你，绝对袂反对。 啊！若敢若娶明慧这件代志，我绝对无可能答应啦。既然呢，我嘛不知要讲啥。惠弟，我就是要娶明慧啊。若无，我感觉一世人拢要娶。小太，小太，这囡仔讲安尼啦，即嘛是要安怎啦？ 是讲，啊，你即摆浪费还阁请假伫，归去安尼啦，阿爸娶你啊，还阁恁妈甲恁阿妈，啊，来游览来佚佗啦，要是要出国，嘛袂要紧啦，阿爸哦，实在旅行社，计小的算安作俗的啊。爸，唔免啦，啊，即阵厝的要办年下婚礼，啊，你毋是咧烦恼伊要挂手指破裂？ 还要顾订倒的钱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阿爸有塞车伫咧，免烦恼哈。爸，啊，你若有啥物塞车，你是不是搁要摕手机去转啊？我就知影，顶一边我受伤的时阵，妈有对我讲，讲你想要摕手机去转。 后来是阿妈伫靠近你，你才走去甲阿姐借钱。阿爸哦，都较含万趁钱啦。啊，你这三囡哦，要用钱都要靠你的本事哦去赚啦。像迄年啦，啊，你甲明明安尼高中毕业啦，啊，人的清水哦，就带明明出国去佚佗啦。啊，你就四界哦。 去共哦，攀爬啦，讲要欠钱要学倒摆啦。啊，读大学的时阵，你的所费，嘛靠你逐工哦去补习班哦，啊，替遐囡仔看功课啊，赚来。看到恁安尼啊，阿爸是足唔甘的，绝对不气恁的哦。爸，其实有一件代志。 我一直想要甲你说多谢。你敢会记得有一届，我伫学校宿舍打电话互你，甲你讲，爸，我真正是足忝的。结果迄天下晡，你就关一个便当来给我。来，你，又是你亲手做的菜。 迄天虽然两人拢无讲啥物话，你看我食了，你就认起啊。爸，迄天我真正是足感动的，我多谢你，迄天专门来看我。 今嘛我大汉啊，嘛有稳定的收入啊，应该是我带你阿公阿妈再去佚佗，所以这件代志交给我。娘啊，踮在爸面头前哦，啊，看你艰苦也是要哭。
迄拢不要紧啦。是阿爸哦，较含慢哦，安尼甲安慰。也毋过恁三囡仔，拢是阿爸心头吧。已经是你，你上乖，不要紧。到时阵若是真是嫁袂出去哦，阿爸娶你一世人。爸，你是在讲啥？我真的有能力呢。假使讲我若是真正卖嫁，等我伫农会做甲主任，我的钱全部够了后，我就替你开一间水果行，啊，让你轻轻松松坐伫店头，甲人泡茶、开讲，加讲白鸡子。阿爸啊，这慢慢讲话。啊，一挂人客哦，阮当我得失了了，也是咱做生意啦。啊，像今日哦，一款场面，好啊，不干嘞。爸，你安尼是在解救我？啊，假使讲我若真正嫁过去，啊，大家叫我们伯公要生啊，我唔知真正会起啥。杨哥。你个心态，爸，就参照阿妈讲的啊，一切随缘啊。至少我两个做伙的时阵，有好好爱过，安尼就够。好啦好啦，莫勉强家己啦吼。像这间厝哦，还佫阿爸，还佫别人咧，到时阵哦，拢会留你吼。无，我带你去学种芭乐好。唔要哦，安尼明仔哦，就甲阿爸来芭乐园，以后咧种出来芭乐哦，稳当个甜个脆啦，到时阵要买人哦，都爱个排队啦。啊，去就去啊。讲会到就做会到哦。拍摄前辈大哥，我要找5号6楼的钟小姐，敢会当替我传播一下？就问你倒位找？麻烦你甲讲，我叫林明德。好，你稍等下，多谢你。喂。喂，嘿，钟小姐，你好哈，我这是楼卡警卫室，家有一位林明德先生来讲要找你呢。我要认识伊，请伊出去。哦，好，我知。安怎？钟小姐讲伊嘛？那有可能啊？你是无讲清楚。无你电话是吧？我卡好以后啊。哎，我已经讲真清楚啊。哦，真歹势，请你离开。前辈大哥，你应该看过我啊。我来过领导几啊届呢？我唔管你来过几届，我干那知影，我爱尊重我遮的住户。无安尼啦，规定哦，我知影伊住倒，我直接去找伊啦。这位先生，请你莫为难我，请你离开。拜托啊，前辈大哥，我真正有要紧的代志要甲讲，我今日一定要找到伊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，你走，拜托，你还你去好无？我拜托啦，你还你去啊。Thank you.
你哪会这样讲啦？安尼阿好，那干嘛要安怎？郭小姐。嗯。嘉芬。 你真是万一条！嘉芬，我是真心爱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不？好，我来听你，阁有啥物话通讲。 给我时光，我好你礼拜，你不要嫌我晚两年啊！你对我的伤害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嘉芬，我不准你给我爱名，我已经讲完，请你离开。 我知影欺骗你是我唔对，啊，不过自开始个一摆，我的生活内就干那你一个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甲小平做伙。拢要结婚啊！你讲想要骗我？嘉芬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你甲小平结婚，是阮厝内底人对我。 叫我袂用爱辜负伊，不过事实上，自细汉到大，我从来拢毋捌爱过伊，尤其是拄着你了后，我的人生才开始有意义，嘛才知影什么叫做爱情。
我就痛苦，我想要向你坦白，啊，不过我今日就去，唔肯原谅我。嘉宾，我就今日失去你，你知无？ 你莫骗我，你真正无爱小平啊！我骗你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嘉芬，若是会用的，我就想要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。我的心肝内就只有你，无可能有别人。你相信我好不？ 你莫叫我是这样跟你讲，我就会和你骗去。我问你，你有啥物要跟我讲？你妈妈是隔壁的阿姨。这一切都是为着你，为着我。你讲，你嘛看到阮妈的情形啊？ 就开始，伊就反对咱两个人做伙，甚至伊搁死计探听你的代志。我惊伊会去伤害你，才会欺骗你。我知影你这恨我的，嘛一定唔肯原谅我。啊，不过嘉芬，我爱你知影。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小平虽然自细汉就跟我做伙，嘛一直就爱我，阿唔可，我一直甲当作是小妹看待。 原本我嘛希望会当照阮爸妈的意思甲伊结婚，让因世大人欢喜。啊，不过现在我已经拄着你，我超痛苦的。为什么？ 我爱的人，我无路甲伊做伙，等到爱我去传钱，我无爱的人，是安怎天公伯啊，这尼啊无公平？我这尼无在拄到你，老三。 这一切拢是我的命，我今日来这，只是想要把我心肝内的话，讲给你知影。不管你是不是会原谅我，都不要紧，因为是我心骗你，我本来就应该受到报应。 哥，你放心，我袂恨你，我干那希望你会当过了幸福快乐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你去倒？ 我话已经讲了，应该走啊！你放心，以后我袂过来烦你。嘉芬，你家己保重。
我有什么？你还冤枉冤枉！只要你还硬闹，别让我辛苦，不然你走啥命？我让你当晚娘。多谢你。 查某囝敲电话给我讲，有要紧的代志要甲我参详，我当然来听你的。爸，我的知影对我上好啊。哦，我你是不是真厉害哦？一定有啥物好消息吼？爸，你才足厉害呢，真正啥物代志都茫管。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啊？啥物好消息？讲啊。阿爸讲会用的啊，啊，不过你的答应我，袂使生气哦。 好啊，我答应你啊。今仔日明德来，我已经原谅伊啊。我唔答应。爸，你答应过我，袂使生气的，你两个使讲话无爽话。而且明德伊嘛甲我解释过啊，伊爱的人是我，高雄迄个女朋友是你厝的人逼出来的。 他也是身不由己啊！加分啊！你哪会这样讲啦？你明德骗你的啦！伊是为着咱家的财产，才会回来叫你甲伊做伙。哎，非得我不准你甲伊做伙就对啊啦！爸，莫阁讲啊啦！迄款人呢，连伊家己的亲生妈妈都讲是隔壁阿姨，敢有值得你信任吗？那是你无了解伊，明德安尼做是惊伊妈妈会伤害我，才会骗我的。伊是真心为我。 加分啊！我拜托你甲真济，好不好？爸，我拜托你先做我跟明德好不好？你爸，跟明德分开这几天，我才知影我无得失去。唔知你安怎讲，我是要跟明德做伙。你真正唔管我安怎反对，拢坚持要甲伊做伙。爸。 我知影那时候你会就伤心的，在这个世间，你是上疼我、上爱我的人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得失去明德。爸，我求你，你先带我到明德，和我跟明德做伙，好不好？爸，我求你啦。我知影，不管我哪讲。 你都会坚持要甲伊做伙，好吧？你决定安怎就安怎做。多谢爸，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啊。嘉德，爸爸甲你讲哦，幸福是你家己找的，人生的路是你家己拣的。 以后你明德若是搁对不起你，你千万唔通后悔哦。妈，我知啦，不管将来安怎，我得把你的话记牢牢。好啦，你打电话叫伊来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明德，你会使出来啊？ 这本算你赢，不过我警告你，以后你若是敢搁对不起家父，我绝对让你知影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你放心。
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嘉芬，多谢回长。不要跟谁多谢，我无可能原谅你。即便你会赢，是因为嘉芬太过爱你。爸，是的啦。以后我甲明德一定会好好养好你的。我唔对，我甲嘉芬结婚了后，我会将你当作是我的爸爸。 好花友好，我就做。你们欢喜想做，我有三个条件，你若做会到，我就可能同意和你做伙。为着要证明我对嘉芬是真心的，会长，不管是什么条件，我拢一定会做到。 第一，你也是跟你高雄那个女朋友分手。第二，我要见恁爸母。第三，我爱你跟嘉芬，十天内举行婚礼。 做够，为着你放心，我一定做会到。明德，爸爸那边好难做会啊。 我觉得很赞啊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，等一下我请你吃豆花。学长，那我们大姐要被开始明星哥哎，下次啊，下次。哦，好啊，那下次就换你请喽。 OK 啊。 哎，学长，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？ 不用拜托，你这次这么有义气要陪我开音乐会，不要说一件事情，十件事我都答应你。真的吗？那难怪爸卡电话给你，问我在哪，你就是我在给你练琴，好不好？你要我替你 cover， 和你跟明星哥约会哦。嗯。哎，拜托啦，学长。 不这样不是讲一点大意吗？可是这是在帮你说谎啊！没办法，哎，我爸管我现在管阿斌哥一样，我都没有自由哎。好啦，学长，你就最好了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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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用这招，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用这招，明明知道我会心软。拜托啊，学长，喝狼我喝饱了，拜托嘛，拜托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！你别给我喝狼了，都被你叫到没女朋友了。 那你要不要答应我啊？学长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下次不啰嗦，请你吃十碗豆花 ，OK？ 明星哥，我感觉两个人的时阵发现啊，我跟学长真的很有默契耶，连呼吸都在同一个拍子上。而且啊，学长超体贴的哦，有一次我勒买点心给我吃，还怕我练太久手会酸，拿三万块给我贴。我感觉这应该是你带你学长，你跟他做伙开音乐会，所以他才对你较好，安尼就是应该的。
你瞧这个花痕，他真的比以前成熟好多、哦。现在真的是一个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的好男人。哎、嗯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嘛感觉你学长人袂歹咧。我看是不是赶紧替伊介绍一个女朋友？嗯，伊讲即马哦，想要专心跟我联系，不想交女朋友啦。哦，要不过我感觉啊，这两件代志应该无冲突啦，啊。啊，不过若伊交女朋友，就无可能对我这么好啊。人家不是有句话说什么？男生女生之间不可能有纯友谊嘛？你俩高入名誉，一定会离我越来越疏远。会疏远啊哈。嗯。啊，感觉我一个人对你好嘛无够啊。哎，会不会赶快好不？哎，学长还答应我，哪个爸打电话来查情也搞 cover。哇，这么好的学长，下辈子真的遇不到了，遇不到了。来，前菜。谢谢。我知道你学长真好，要唔我敢需要为坐落来开始讲至少八十七个学长。八十七个？嗯。好可怜。那也无可怜。我你为什么开始？你卖讲学长。哎、欸，我讲学长也无啥啦，就只是普通的学长嘛。嘿。哎、欸，短短一句话，你讲两个学长来。你还真的算了，我当然爱算啊。哎，你是我女朋友诶，伊伫我面头前胡萝卜诶查甫人，我敢袂计较啊？来，谁错了？哎，大叔，你不是讲我是小弟弟吗？嗯。拜托，还有度量好无？好，不要紧。别行我唔知啊，那么讲着度量啊，啊真正就大诶啊。哦，学长好嘛哦，实在哩，万一我嘛无得管你嘛，要么你若是继续胡萝卜学长，我就胡萝卜找你啦，安尼才算公平啊。你敢？我敢，我当然不敢嘛，对不？你少花一寡面子，卖咧逼我好无？伫员工面头前，看到我对你一点仔办法都无，以后我是要来管理餐厅啊。我替你管啊！安尼咁好，我真无简单，才做过经理呢。你这样有才情，敢会听搞笑啊？哪咧？你就好好啊，认真拍拼做工课，还有时间吃醋？哦，那你吃醋了哈？但我一直听你讲你学长的好啊，我真是感觉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对象。莫怪啊。恁爸一直希望恁两个能做伙，但是当初恁能做伙，今嘛一定真幸福。你妈？嗯。安尼，哪里对我无好，还是偷偷跑去找人家打架？我就来试看卖，他是学长比较好，还是大叔比较好？哎、欸，这种代志敢袂用饲啊？我无爱跟你讲啊，虽然你我无得管你嘛，哦，也不过恁学长也是较对你安怎吼，对伊较细腻的，我即马刀法练较真厉害。别冲啥？冲啥？我用上紧的速度，可以袂感觉疼。人肉沙西米，一定真好食。买个脑啊！哎，大叔，全世界吼，你上要烦恼就是我对你的感情，来就补，嗯？我当格外多收嘞，哼！哎，其实拄只吼，我根本都无食醋，我拢是咧演呢。哦，嗯，你无食醋，用演呢？嗯，嗯，学长，学长。学长，学长好，学长妙，学长最聪明，学长最潇洒，学长温柔体贴，会买贴布来贴，就不会酸痛。哦，我给你啊，啊，我给你，我先给你读下，我淡薄甲醇，那么我一点点甲醇呀，啊，安尼欢喜啊，你讲。
我搁替你准备，拄才才料好的沙西米。哇，谢谢。不吃了。上班时间没有讲，来，来去吧。对了，我在。是孙啊！哎呀，一定是江泰山哦，叫伊来跟踪我的。想袂到江泰山已经开始怀疑我，我若去伊掌着，我就稳死啊！拿到张奎这张王牌，啉啊清水，注定稳死的。这个工程啊，一定摕袂到。对，迄张奎吼，嘛真正注死的。伊摕到你这张鬼啊牌，我怪是真正衰到到底啊。阿姨，你今麦真好运气咧吼。啊？阿哥，是啥物代志啊？你起讲啊！啊，着江泰山叫孙阿甲我跟踪啦，佫甲我缀几路，好佳哉我走了紧，伊才无地来。哦，江泰山遮尼紧就怀疑你啊？对，啊，即摆风声遐尼啊严重，限制住迄批车，敢佫要去砍啊？废话，互人吓一下，你饭难免欠。该赚的钱一定要赚，而且一角银都免啊减赚的。啊，不过我为着要吃这批车，搁专工叫人跟踪韩志遐个囡仔，该藏车的所在调查到一清二楚。你想看卖，我敢有遐尼简单就放弃啊？啊？韩志叫是讲，伊所在就套动啊，
恁爸照常哦，甲伊牵到无半台，回去甲吐血。大，伊敢袂去报警察？阿姨啊，你头壳遐大粒，嘛小可用头壳想一下，啊，伊车是安怎来？偷看来啊！伊偷看车，米插头都袂付啊，搁报警要来抓伊家己哦，瘾头。啊，不过江泰山那边，阿狗，头剃了无洗，敢会用的啊？做你去做，我袂亏待你的啦，吼。啊，若是阿孙仔问题啊，我会替你解决。大呀，啊！你到时阵就爱报我呢。那当然啦，啊！蔡小姐，中医你有心啊，爱记得哦，以后你逐个月拢来陪伊做定期产检。明天若是知影伊要做爸爸，一定会真欢喜的。我跟你讲，明天讲一个好消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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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坐一下。你这衰啊！去到倒位拢会拄到你。我，哎，这阮家病院呢，我本来就正常的啊。顶多是你啊，你怎来？你人是无爽快哦。袂用啊！若是让伊知我有心，一定会死个好惨。Hello， 有人伫咧无？感冒？夭寿！你出门挂口罩好不好啊？迄流感偌严重的呢？我若是咧胃痛，就加衰。你若惊胃痛，你就啥物病啊？安尼讲嘛对。哎喂喂喂！你话干嘛？无代志啦。无代志。我看你面上青顺顺，搁手机无来款。哦，过去啦，我开车送你转去啊。你是唔当什么感动哦？吼。行行行行，说去说去。行。罗小丽啊。哎呦哎哎！哦，卖讲话啦，口沫传染呢。水饮下，水饮下，好，拜托的。哎呀，哎，司机啊，哎，头毛弄着哈，来，打倒来，打倒来，来。甲小平分手，会长是无可能答应。我甲嘉芬继续交往。你等下，我是要安怎甲小平讲，我要甲伊分手的代志？
明德，你哪会回来啊？你哪会坐国外车？哦，拄则去阮家的白衣，啊，看见一人坐路边，面啊青顺顺，搁司机无来啦，我就大发慈悲，拜我小姨拜精神，该送回来。哎，你有这感动的无？啊，你是不是想要画一挂坐到啥？我看恁有讲有笑，感情敢那足好诶。明德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我跟伊是水火不容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这就是讲咩？嘿，阮大家见面讲无三句话就冤家呢。今仔日奈无冤家啊？我转来就只拄好，看到伊送你转来。安尼我无伫时阵，你是毋是常常坐伊边车？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国华伫外口名声遮尔歹，想知影伊是毋是趁我无伫时阵，对伊做出啥物歹代志？你话咩话别乱讲哦！我爱算是爱算啦，不过会做口碑呢，阮两个哪可能安怎啊？明德，你莫生气啦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袂坐别个查甫人的车，好吧？是你啦。哦，你想要甲伊回是你啊？啊，伊面电脑个火量安怎啊？有啊啦，你莫去讲啊。哼，你啊你，只要你台北吼，唔知你无用啥，像试婚纱这重要代志，你嘛可以一个人去。即摆伊感冒，你嘛是可以先去医生看。应该是你家己回事嘞吧？家己做了无外好啊，还敢讲我安怎？好啊啦，你莫搁念嘛啦。人个明德吼，伫台北压力足大，心情会受到影响。好啊啦，你会当转去啊啦。我台事拢讲煞都要走啊。啊对啦，啊搁有一句啊，我看伊个流感吼，我感觉最严重个。你最近是好慢，甲伊安尼。啊，若无你也是予画着吼，是要昏倒伫路边，我是袂救你哦。真正甲林国华无安怎啊？你嘛知影，我敢若爱你一个人，你莫生气好无？我无生气啦，我。小平，其实我即个转来，是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这样拄好。我嘛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啊？一件你听到了后会足欢喜的代志。安尼你紧讲啊！我有心啊。今日病院给我的检验报告。你要做爸爸，你不欢喜哦？无啦，我是因为太过欢喜，才讲袂出话。安尼就好啊，我阁了准讲你无介意。
刘彪跟小平分手，现在小平有心啊，我是要怎开嘴？对了，小平，这件代志还有什么人知影？哎呦，这种代志我哪会好意思甲别人讲啊？对啦，咱还未结婚，这件代志还是先莫甲别人知影，安尼对伊较好。谁呀？阿母，小平啊，我把新衣来给你穿啦。多谢你哦。妈。啊，你来伫遮？啊。我着等下看小平啊。哦。阿母，你敢毋知明着回来？啊！伊即嘛大汉啦，做啥物代志哦，毋免甲我讲啦。啊，连倒来厝也毋先讲一声。阿母，啊你莫生气啦，迄是因为我拄则伫咧楼骹，啊拄着明德才叫你来啦。啊，我毋知伊要袂倒去厝诶，歹势啦。你看小平对你偌好，拢伫替你讲话呢。明德，啊，你毋是有一件代志要甲我讲？啥物代志啊？哦，其实嘛，毋是啥物重要代志啦。啊，小平，我看哦，我也是先陪阮妈回去啊，可能伊无欢喜。哦。妈，来等啊。哦。哎，小平啊。心机哦，爱去放冰箱哦，吼，我知影。你好好休困哦。奇怪，今日明德甲阿母哪能怪怪？迄个查某囡仔还搁伫咧交往哦，啊，恁到底是册也未啦？你抓准你安尼唔讲话哦，就准拄煞。你敢知影为着你的代志，我这几天我过啥物款的日子？为着惊恁爸知影，我踮咧厝的哦，都爱当作无代志。其实我心肝内哦是足提心吊胆的，你知无？尤其是看到恁好成绩啊！我更加个头壳拢夹袂起来，我替你暗看这件代事，是希望你回心转意，紧倒来甲小平结婚。这件代事若果安尼继续暗看落去，我真正是会气笑。你到底是有甲会长迄个查某囝分开未？啊，你是下到心内拢唔讲话？有啦，有在处理啊啦，啊若无。我哪会回来看小平？我对你已经切心啊啦！你讲的话吼，我也唔敢相信啦。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警告，唔通双脚踏双船，啊，若无死到并存哦，头一个淹死的人就是你啦！你即马干那是咧选择，紧甲小平结婚。啊，你若要进未本哦，选择会长的查某囝，为着钱哦要放杀小平，我都无要认你这囝。人就伫咧我后壁，准备好咧。好。
来换朝进行。是。来，我敬你。王姨六啊，你这么久无招待我饮烧酒，今仔哪会雄雄请你啊好咧？嗯，好啦，要搁出来算，叫我阿你更强。哎，韩志大，你若安尼讲，凭咱的交情，敢讲除了算计以外，无别人通讲啊？过去你做议长，一挂朋友慢慢叫你照顾着啊，安怎？现在又有什么话通好讲嘞？哎，韩志大，你讲这句话就真正无够意思了。好，这么侪年来，你咧做生意，这么啊顺利咧赚钱，拢是我动用着私人的关系，甲遐弟妹咧盘烂，才无去甲你控制的。哈哈哈！弟妹人来控制吧，你嘛是我来走袂去。哎，啊有钱大家赚嘛，我嘛不是干那为着我家己啊，对不？你的个性我知知哩，你今仔找我出来，绝对不是干那啉烧酒心情尔，有啥物代志你讲嘛？韩志大做代志拢袂耍耍，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是安尼啦，我一个朋友伫国外，专门咧做高级车的行李。伊拜托我替伊找一个会用长期配合供应汽车零件的厂商。伊来找我的时阵，我头前就想到你啊。哦，那伊的车是拢多位的。哈，甲你同款啊，什么车拢有啦。算起来，恁应该是同行。我安尼讲，应该无需要解释甚济啦。哦，那咧拄啊好咧，我正要等你找外销的机会咧。也是讲，伊唔知影食偌济咧。伊讲有偌济，伊就食偌济。听你讲，敢那是真着急咧。我都有进一批车咧。那安尼呢，影先过来看，绝对呢会下伊的意。无问题。那呢，我搁敬你一杯，希望这个合作会用得顺利鼓荡，啊。嗯。阿伯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包厢的人客啊，逐礼拜拢来用餐，啊，为着保温。送咱餐厅的招待，好，啊，这钱你摕去用啦。大哥大，这几落项拢无要算哦，安尼了几落百呢？哎，好啦好啦，连刚才给你解释啦，卖有人期待，进去。进来啦。哦。伊对餐厅的工作真有兴趣啦，我就先给伊做一挂简单的工作。哦，安尼真好啊。对啦，出来我打电话转啊。无咧，大哥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叫伊对阿狗啊，人佫有甲我打电话，今日拢无消息，我惊伊出代志。大哥，那边叫阿孙去滚种阿狗。我感觉阿狗最近哦出手真大方，我伫怀疑啊，伊毋是去跋筊，落树底下才跋落啊。袂啦，大哥，你放心，阿狗有甲我保证，伊绝对袂去跋的。伊若是去跋筊，代志就单纯啦。韩志刚。叫我去看车，我也带阿狗甲阿肥去。
我是怕韩姐一杯车去用砍去，跟阿狗关的。太公，别啦，阿狗不叫好打啦。伊当然不叫你好打，是讲这件代志，那是真正会做的，伊一定伫外口甲人有交结的。太哥，哎，阿狗做代志有较匆忙啊，也毋过伊对你遐，我是怀疑啦。伫无证据之前，我相信伊是清白。找阿春的要紧，无好啦，我先甲餐厅的代志交代清楚。学长，学长，等你我爸打电话来，你也要讲哦。试一试看看。喂，阿伯啊。哦，嘉恩去买物件啊。阮公伫咧联系，就认真诶哦。很好，这样我就放心去约会了。交代好势，能出发。好，派车，我接一个电话。喂。喂，明星哥，你餐厅好，我下去找你。嘉燕也知影，我到泰国去处理代志，一定会反对。喂。喂喂，明星哥，你看我听到。姐啊，我今日啊餐厅人客真多啦，我真无闲啊。你若来，我无时间陪你。你著甲恁学长好好联系，免过来啊。那恁我去甲伊斗三工嘛。唔系啦，你甲我斗三工，互恁爸知影，我一定好骂啊。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啊。你甲恁学长联系，我要来无闲啊。唔好，就安尼拜。泰哥，杨叔啊。是安怎？奇怪，阮公好今日去找伊，他叫我待在这里跟你练琴。哎，你的大叔是不是在吃醋啊？我们只是在练琴呢，有什么好吃醋的？哎，不过我今天跟他一直称赞你，他表情看起来有点怪怪的。你称赞我？所以是真正的假仇。才会叫我待在这里跟你练琴，不要去找他。有可能哦，有话就不要放在心里面。我觉得你还是找他当面讲一讲，把事情解释清楚比较好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嘉燕，我陪你去啊。我也拢在假愁啊，你陪我去，这样好吗？我就是要陪你去把事情讲清楚的。哎，好。他们拎行李嘞。你跟他开出去啊，请恁小姐姐。骗我？骗我呢？他去哪？为什么要骗你？他一定要去冒险了啦。怎么，他就是不能让人家好好放心的。你刚才去对，我陪你去找啊。妹，我今天就坐在这边等他回来，换饮料要跟他拜水。好，那我陪你等。杜飞啊，沙飞。有咯，嗯，下晚啊，我到遐啊，去买一寡物仔回来吃。
我们恁细汉的，家己去买啊。嗯，啊，我就无车咧，去，我出钱啊，顺便买几罐米露甲咸酥鸡转来。啊，你去。啊，车够好，莫再去用汉语啊呢。嗯，真是遐侪机，你就烦恼咧，紧去啊。拜托，你是搁袂记啥物件啦？阿哥，这四个哦，拢转去了监视器，较等下哦，主机内底硬碟一定要摕着，唔会死人。我知影。啊，拖你来。阿顺的手机啊，电话在谈车，啊，人拢找无人啊。等等，小弟，那个是有人呢。等下，等个到，阿顺啊，阿顺，阿顺，有要紧吗？你倒伫遮咧，等下，我对阿狗倒阿车，伊就无去啊。我当咧找伊的时阵，我就去予人讲昏去啊。予人讲昏去，是阿狗是？我唔知影，我无看。阿妹，带孙仔去病院，看人安怎无？是。明星，咱四个看麦。阿妹，甲孙仔顾好。是。孙仔，行，我带你陪。阿哥，卡手卡紧嘞，卡在我的脚下边，得个倒砍啦。好，我知影。你搁徛在这上面，门上一个个呀。三台车有挂车牌，有开的乱走，一定有问题。对，这三台车嘛，无挂牌。前面俩，快！你是来跑看车的？你身边人带的囡仔？跟不跟？那在遐才出现，我若会发现我在遐家，我就死啊！
林明星哪来家？家，罗家，你是什么人带的囡仔？我给，我给。偷看人的车，大伯仔，敢做敢担当了，偷押起来。是你，太公，我是去用别的啦，我，大人，我真正是不得已，请你原谅我啦。你给我什么病，叫我原谅你？我给你做几个机会拢无好，明星为着你。用伊的人格替你做担保，结果你去唔知死哦！你安尼敢对得起你的兄弟？我知影我唔对，我这个真正知影我唔对啊啦！你知道敢是讲有人逼你？讲什么人逼你？是什么人叫你偷看车？但我袂用个讲，我若讲出来，我就稳死无下呀啦！你叫是你安尼背骨，我有法度让你搁喘气。来，救我！当然，我那是把伊人救出来。我是死路一条，我去你，我若无讲，我嘛是爱死。你着规矩，我实实是，无得靠我会较快活啦。先起来才讲啦，救我！来，我一定爱找机会活落去。阿高，你安尼一错再错，我给你偌济机会拢无路用。机会不是别人给咱，是咱家己去创造机会。查甫囝，敢做敢担当，你讲，我应该安怎甲你处理？等下，我知影我做真侪唔对的代志。
予你真失望，我唔敢求你原谅我。以前你予我真侪机会，我拢无好好把握，应当安怎处理，你就安怎处理啊。大哥大，等一下！不行，跪下，跪下！快点！好，停停停！太哥，太哥，不用想你，就帮我走。大哥，太哥，大哥，太哥，大哥。太哥，大爷，大爷，太哥，大爷啊！大哥大，大爷，咱拢叫拢无反应，到底是昏去啊？出来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紧去，紧去！哎，大哥大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，你是危险嘛啦？我跟孟文讲，看有事阿无啦？紧去，你等我。太哥，是，请问江先生现在情形安怎？医生已经替伊止血啊，不过伊还袂清醒，等一下医生会甲伊说明。多谢。哎呀啦，当然啦，无死，我就惨啦。王院长，这批车的年份呢是真新的，我若无甲你讲嘛，你嘛一定认为讲这批车拢是新的。啊，那恁朋友呢？因为这车计小较悬的时阵，你就一定爱甲讲。这是当然的。来，什么代志？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就拄才发生。安吉大，那是遭到什么麻烦呀？哦，小可代志啊，但是呢，我必须要来去处理一下，我想七八啊。阿杰，你先无用。看起来阿姨啊，甲阿狗已经把代志拢办好势。有派人去找无？有啊！恁这拢是笨蛋呢！啊，头一摆就去用拼去，即摆连续去用拼第二摆啦！哈，同款的时间，这就让你变鬼嘛！无啦，大，
这摆哦，我知影是向头干去的。向头干去？是林明星。安怎？你是暗算要掠一个来做太岁鬼就对了。不是啊，大爱，我亲目睭看到，确实是伊啊。这两摆拢向平安的，照安尼看起来，我若无处理呢，我这个汉子呢，再叫谁给他判官？佳悦，已经请人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你先回去啊，我自己等就好。明天嘛，唔知影啥物时阵会回来啊，明仔再搁要联系。回去好睏啦。我载你回来了，不然嘉义会等你等到天亮。多谢你陪伊。哎，姐，哎，我送你回去。你想要陪我？已经真晚，有啥代志明仔再讲。好，呀。你是不是要去冒险了？让我知，所以陪我。我是惊你甲顶届同款，无顾家己的危险，走来找我。老乡意外是要安怎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当然会烦恼啊。你如果知道危险，干嘛还去啊？有真侪代志，不是讲卖管，都用卖管。泰国对你有恩，你要报答他就好好经营这家餐厅，干嘛还要去管其他的事情？你自己当初说什么泰国的工作都很正当，那为什么我看到都不一样？泰国真照顾我，也真信任我，甲几间餐厅也甲我换，我才有一个正当头，才会当伫个社会上甲人徛起。你甚至在韩志多面头前，你讲我是伊的换铁兄弟。今晚我兄弟出代志，我敢袂用当作我看到。你敢那顾着你的兄弟，拢无顾着我的感受啊！林明星，我真对你很失望。那了我无多啊，我一定就是安尼尔。我无得做到，让大家拢满意，我尽量。你就只会让我失望，在你心里我根本一点都不重要。喂，别讲这，先回去。明星哥，嘉燕等你一个晚上，很担心你，你体谅一下她的心情。哎，局长，把你琴弹好啊，我的事情免你管。这么几千台都，学长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讲话有必要那么冲吗？还是哦，我今天心情有较乱啊，所以对阿公会较，还是。好，哎，小英，先等去，两天我好好给你解释，讲话让你满意，好不？今天不是我在无理取闹，今天是你错在先呢。我已经讲实的啊，你要安怎？你根本就不感觉你做什么不对，还敢对学长发脾气？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连让我放心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。
学长，麻烦你送我回去。姐啊，阿娇啊，明瑞啊，代志哦，啊，阮啊无处理好势，啊，互恁啊无爽快，阮感觉哦，真袂当过，失礼啊哈。免了。唉，免失礼，老兄弟啊，失礼啥？恁的道歉哦，阮绝对会接受啦。啊，是讲，即嘛主要是哦，因两个要结婚的代志，若讲到这，可能就要反悔安尼。恁的反悔吼，阮是会当了解啦。啊，是讲生态甲明辉啊，啊因啊做伙遮久，啊感情嘛是真好咧。啊，我是在想讲，啊是毋是吼，会当想一个变通的办法啦？但是有啥物变通的办法，无你来讲啊，安尼听看嘛。哦，啊我讲是小了。啊，若明辉也真正袂生吼，伊两个阿兄若结婚生囝了后，会当过好一个婚姻啦。我相信哦，伊两个阿兄一定会答应。袂用的啦，安尼迄个囡仔无阮国家血统，要哪有算啥物传宗接代啦？阿娇啊，阮明辉啊吼，毋是袂当生的，是较恶生尔尔。伊为着要爱有囡仔，搁去学白买药啊来食。差一点啊，连性命都无呢！伊会安尼做，嘛是想讲哦，会当互恁抱着孙啊。哇，这你明辉啊，你安尼是何必苦嘞？这乌白食药，哪会对啦？阿伯，啊，我就想讲，迄个人讲我足有效的，我真正是想无啊，我毋才会安尼做。明辉啊！今仔若毋是因为你身体安尼，你应该知影，即个世间除了你妈妈，上该疼你的人就是我。可惜哦，你真正无缘做阮国家新妇啦。这生囡仔代志咧拖咧嘛，毋是办法，时间拖到尾啊，假使讲，若讲你补袂出来，对阮国家是真大个伤害呢。所以我是咧感觉讲，他们因两个安尼情拢暂时卖做伙，怎来分开啊？安尼较好。爸，拜托你，卖听我决定好无？不当你这么想哦啊！我是恁老爸，这个家是我咧做主的哈，我讲安怎就安怎。你无要听，我有我的立场，你绝对要听话。啊，我的意见都不是意见吗？我跟你讲过，这个家是我的主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你安尼你有听吗？啊，不过要娶某的人是我，不是你啊。我知影要娶某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即马讲讲你要往西，大汉啊，是讲个啊，唔要紧，你真正要安尼，你做你出去卖得嘛？去，你两个叫我去啊！我快点去，就是。花开一时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